快点！多两下，三下。Last one, and last one. Up, up, up. So, 这个是我的健康报告，情况怎样？我可以跟你讲，一点都不健康。我这个人本身的作息时间就是很乱的，不管是我睡觉时间还是吃东西时间都很乱。然后再加上去年开始我上这个网课，每天半夜三四点要爬起来上课，我整个作息变到更乱。然后再加上前一阵子我吃东西就乱七八糟啦，那种快餐死命吃啊，然后就整个变到很不健康，对了。然后这个身体检查报告出来有两个 point， 第一个 point 就是我缺乏这个 B 型肝炎的抗体，所以我要打三支针，我目前已经打第一支了。第二点呢，这个要命哦，我竟然高胆固醇，所以就变成蛋黄跟鸡肉我基本上是不会吃啊，不然我这个胆固醇是不会下降啦。然后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医生讲我需要运动，这个在我去年拿身体报告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讲你要多运动，一分都我控制好这些饮食，然后我没有运动的话，那一切都是假的。所以医生现在跟我讲最重要的就是要运动。然后 obviously 我们坐在那边按电脑，你觉得我有多少机会出去运动？有啦，偶尔会出去爬一下山，或者是玩一下这种出去要体力的东西吧，这些都是偶尔吧。所以我一直要想办法给自己有一个 motivation 去运动的。所以我希望刚才俊生的一个 message 是我的跨出这个门槛第一步。因为刚才俊生 message 我跟我讲啊，今天12:30想要去公园跑一下，想要去流一下汗，我就答应他，等一下我们就去流汗。Yeah.我们现在到一个没有人的公园，然后这边是一个很漂亮湖山，晚上有什么鬼他们啊？今天我们要来出汗，我们要 throwback 一下我们2020的那个。你知道我们原本有，我们原本有一个系列叫半夜不睡觉，对，半夜不睡觉。然后我们拍到第二集吧。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第一集去下水道，然后第二集跑步，然后现在过两年。没有一年多啊，然后我们现在来做这个第三集啊，也不算第三集，这个系列早已经太受负重了。But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运动一下耶、yeah。然后我也从刚开始以前瘦下来，变成现在一个胖子，他已经 bounce back 了。然后我们在家里按电脑，已经要整个要身骨要死掉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运动一下，流汗。我们用这个洞洞啊，这个是一个跑步 app 来的。No sponsor, bitch。Yeah。今天要跑多久？我们跑多远？2.4。我们让你回味一下你在那边的那种生活。你知道为什么跑2.4吗？啊，你懂的话在底下留言。然后刚刚我就在车上，我就问他，今天跑多少？2.4啊？2.4啊？你看我穿什么鞋？你要帮你穿什么鞋？我今天穿的这个鞋是当兵的鞋啊。可以，我们。By the way，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跑了。Yeah. Let's fucking go！ 你看这湖几大？哇、wow. ，我们热身是很专业，以前我们运动员啊，啊，国家队啊，新山富林员 ，bro， 要来教他们怎么热身。I need to turn around. 太弱了，2.4，我们第一轮1.2 km 差不多用了10分钟来跑，然后过剩下一半，另外一个1.2，我基本上送走了。然后这个人不能来 strength 还可以稍微跑一下，我再整个人要挂掉。Boy, gentlemen, for the next thing I want to do is a little push up, maybe 10 or 15. Do you think I'm able to do this? If I can do this, I cut off my day in front of camera. Y'all have my words. 15, or I'll cut off my dick. Rest in peace, my dick. Don't do this. Come on, you cocksuckers. Oh. How many left? Probably 15 more. 5 more. What the fuck, you're gonna bite me.又来咬我！五下，鸡蛋。
点，多两下，三下。Last one, man, last one. Up, up, up. I'm gay. Gay did better than you. Oh, then I'm gay. Oh, man. Damn. Where is it? Where is it? Real man's sign. 我跟你讲哎，这个 boots 哦，其实很不好穿的。你看我的脚。我一下手无力。其实我医生跟我讲运动啊，然后这样子突然间久久才流汗一次啊，其实没有差的，其实一点都不够。因为这运动啊，你是要每天去 maintain， 就每天要运动。然后我真的很 admire 那种可以每天那种去运动的人，你懂吗？然后你叫我花12个小时在按电脑，花20个小时上字幕，我 OK， 我可以坐在那边按一整天吧，我没有办法哦，拿出那2个小时去 all in 去运动。所以我这不懂这些人的 motivation 在是哪来。可以给我讲一下你是哪来吗？你要自己慢慢找。So hard, man. Maybe one day you'll find someone. So where is your motivation? How did you get your motivation? 我也是很久没有运动了，我那时候也不懂，那时候好像是因为看那个女孩子。对啊，就是很久啊，我也是我胖回我 bounce back 20 kilo。我感觉人哦，之前哦，真的是很够意 all in 我的 admire。我去哪里都没有吃宵夜，那没人在我面前吃。哒哒哒哒。那时候我们是去 family mart 吃那个 cheese macaroni 的。我没有吃饿，我去哪里？我们喝茶，我家喝茶，我超记得有一次，来给我半个小时。啊。我跑去他家，去的时候真的红红的，可是没有啦。最近慢慢调回来，现在健康重要，除了很丑以外。这个人你不知道，他之前那一段时间真的是 all in， 真的是很 suffer。我问你在讲班的。而且你没有的吃的都是那种怪怪的东西，就那种麦片、牛奶、香蕉、木瓜的，没有，现在没有。你叫我每天这样也是很累，因为我每天要做工，我应该也是放工去跑步。希望有一条可以脱衣在你的 video 里。福利呢？期待我们第三次夜跑，耶！应该多个2年这样。你家的 scratch 吗？不会，这是最爽的，真爽，这个爽。